我网络电视的观众朋友，海内外乡亲时代，大家好！啊，咱今仔日咱的贵宾吼，贵宾啦，啊，因为伊就是这个啊，伫咱台湾囡仔，但是已经未晓讲台湾话哦，就爱讲北京话哦。啊，这个袁婉君哦，啊，袁小姐哦，袁小姐伊是一个作家，啊，因为伊啊曾经来访问过我哈，啊，写淡薄啊我的故事安尼，讲一寡我的故事，啊，甲我的迄落啊主菜，我你知影丈母娘足爱煮菜，佫足爱食，今仔日遮大苦吼。啊，所以讲，阮伫咧遮熟悉，我认为讲，咱这个婉君小姐，伊是一个啊，真了不起的这个人才，非常了不起的人才，在啊，我们台湾大学毕业以后，啊，去加拿大留学，所以呢，啊，这个学问学识丰富，还有啊，见多识广啊。那所以呢，我就邀请这个婉君小姐呢，到我们凤盈网络电视来跟海内外的乡亲来见面，这样子跟大家请安问好一下。好，谢谢主持人丁妹，然后也很高兴呢，能够在这个机会要参加这个节目啊，很特别的节目。那也很高兴能够在那个透过网络能够认识大家。哎，是的啊，这个讲一下说，你当初在加拿大留学的时候呢，一些生活点滴啦，所以你的所见所闻啦，我们做一下分享嘛，分享交流。对，没有去过加拿大，我也不知道。对，其实啊，我那个时候等于说去了加拿大的时候呢，是我是在多伦多。然后我其实已经在台湾呢，已经开始等于要工作了，但是呢那时候就是一直很想出国去走走，然后呢也是等于说换个环境，然后也可以学习一些东西，所以我去了多伦多学室内设计，然后就在那边一直就长期的就居住在那里，然后有住了大概十几年，然后在那边成家立业，然后也工作，那也是最近今年才回来的。那你在那边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他们有没有接触到过他们，有没有街头运动啊？街头运动其实街头运动说实在的是对他们也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就只要就是他们的法律的规定呢会非常的严格，就是街头运动应该要按照什么样的法律程序，然后那个已经可能因为已经有一点历史了，所以呢长期下来就是他等于说一般的市民见怪不怪，就是你可以用各种的理由，包括说你可以觉得今天觉得说政府某个政策你不喜欢，然后你也可以甚至不关政府的政策，你只不过是某一个部分的一种组织跟联盟，然后你说我们要去进行一个游行然后抗议，甚至学校老师说薪水很久没有涨，然后他们抗议不成，他们可以罢工。然后我们一般的市民就是心里面觉得不开心，但是呢不会有任何的反对，或者是有任何的就等于说你必须要理性去对待这件事情，因为这个东西是一个法律的规定，就是真正就西方比较健全民主国家来讲的话，大部分都会很习惯这样子的东西。是啊，我就是表公民嘛，为什么有政府？那是因为有人民才有政府嘛。那政府做的不适合我，那我是纳税人，可以表达，我要表达我想要的什么东西，绝对可以。就是这个部分啊，就是公民的权利跟就是表达这一方面的话呢，在西方的话，就是你不要太过分。首先，你不可以，他们说是侵害别人身体。主权，他们对个人的主权是非常看重，就是如果你侵害对方主权，就比如说你在集会的时候，然后呢打架，那这个时候警方就一定会出来，那这个我相信在中外都一样，你基本上利用集会的时候去打架，这个是不对的。但是呢你一般的正常，比如说像我们还是难以避免去谈到啊，318的学运，我刚刚才回来没有多久，所以我那个时候的感触很深。然后后来最近，当然还有香港的事情。然后我个人就是非常非常个人，因为我的政治立场比较中立，那我个人的感受是会觉得，为什么国家就是说还在
还需要去为了这个跟政府表达意见，然后需要用抗争的这个方法。我的意思是说，难道不可以说一人退一步，或者说把它变成一种习以为常的一个公民的权利吗？就是这个在如果他们说是要学习西方的各种事情的话呢，其实这件事情呢是在西方已经是很生活化而且很习以为常的一件事情，就不会有任何问题。是就是在一个民主国家，这个政府不会害怕人民，不会，好，那就表示他这一个民主已经深化了。好，因为我不会害怕你，但是你按照现在来看，不管是香港我们台湾那个政府就把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他非常害怕人民。对对 对, 对, 对，那就表示是说，那他就是他自己残暴才会害怕对方嘛。大概是这样子，要不然我缴税金给你啊，然后我供养你，你才有这个位置好坐，有人民才有这个政府，你政府是应该是父母嘛。那父母怎么会害怕子女呢？那就是你没有慈爱。对，我其实也我不能够完全的明白啊，说背后的理由是什么，因为可能背后有很多理由，我们可能不太知道，就我永远不可能知道绝对的真相。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就是没有可能知道绝对真相，对，不可能知道。但是就拿现象来讲的话，就是拿加拿大那边怎么做来讲的话，就是他们一早呢就把一个法律条文写好了。对，就全部呢按照规定行事，你只要按照这个规定的范围去理性的表达你的意见的话，多半呢警方那边呢是不会随意的按照政府的下令然后去进行，就他们比较独立，就是保护你啦，然后他不会去干涉你。那我讲一讲，对，那我呢顺便可以讲一讲在那边看到的哈，比如说好了，有一个环保团体，他只是环保团体，只是自己个人哦。那他说我今天要抗议，因为我抗议，这个例子就非常有趣了，因为他抗议的东西呢是为了全球的海洋的被污染。他为了这样子的议题，我们台湾很少去抗议这种东西，就是说他们抗议的东西可能跟他们自己的生活没有直接关系，他们都可以集结了10,000人在渥太华，就集结可能成千上万的人，在渥太华那边的门口，那等于说是他们的总，这应该怎么讲，就是等于说首都的门口哈。然后呢，就所有的人集结在门口不散去。但是警方怎么做呢？他们就是会有骑警，就是骑马的啊，过来在旁边巡。然后没有，如果大家都是理性，那他们就是站在那里，群众站在那边，然后呢有主导的人呢站在那里去演讲，对，喊口号或什么的。然后呢警方就是派几个警力就在旁边，没有政报警察出来的，就派几个警力在旁边，然后就骑着马巡来巡去，那是一个和平的示威，和平的抗议。然后等到时间到了，然后他们要散去，他们必须要散去，那就他们自己会离开，会散去。他们达到那个目的就是请了传媒来，然后传媒会写下来这些，那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那反观就是说我们这里跟最近香港的那个情况是，好像只要一上到街头，那政府就开始紧张，而其实是有可能不必要的紧张。然后呢他们的目的也是达到了，他其实从头到尾就是唤起大家意识而已嘛，对不对？就唤起大家的关注也达到了，可是呢中间就多了不必要的那个不好的那个经验或者是不好的记忆，然后就彼此对待的方式我觉得比较不和平一点咯。台湾话讲叫做突扯啦，哦，对，这个蛮多的。像例如说香港，他本来是说他们要和平的表达说他2017年，对，是2017年的事情嘛，对，还那么久嘛。当然他们本来设计是要好几次好几次好几次的，结果呢那个他们警方就给我催泪弹啦，什么塑胶子弹啦，什么辣椒水啦，这样子引起公愤，然后变成
又变成对，结果把这个事情可能搞得 激怒了群众，对对 对，反而会有这样的情况。那我想比如说在加拿大我看到的啊，街头还有些什么呢？比如说他要求街头的签名，然后呢比如说到超过一定的门槛，假设是万人好了，他如果要求集结了万人联署，然后呢他就有办法去推翻某一个不合理的法令。那他们的情况是先把这个法令出来公布，然后呢有一些法令呢是可以公听，就是每一省去进行公听，如果跟市政很有关系的话。那有一些法令呢他可能不会，但是他就先公布说啊，我可能要打算这样做，他一定会预留这个时间，不然的话人民就会反弹很严重。他预留这个时间比如说预备明年啊，我假设有一个我曾经印象很深刻的例子，就是他曾经那个省长叫做麦坚迪，他曾经上任了没有多久之后呢，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就是觉得他一定要落实小学生的性教育开放。这件事情在那个加拿大引起轩然大波，不管是白人、华人，什么种族人都吓了一跳。就他需要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引进硬性规定，公立学校的老师都要安排一堂课，然后呢就播一个性教育的教材。那所有人就是反弹很严重，因为你才小学三年级，其实你没有必要去知道这些。那他的理论是说如果我不教他们的话呢，小朋友就会在家里上网，然后呢就会在家里面自己乱看东西。可是家长们的声音是说要教，我自己在家会教，不然的话呢就算要教的话呢，我也是用健康的态度去教。但是因为他的教材的内容啊很引起争议，然后呢所以太过开放了，所以那个中间有一点界限不清，所以家长反弹很严重。那家长做法是说他们就开始收集万人联署，然后呢有一些老师呢就上了在那个街头上面，他就摆一个摊子，然后呢就不停的让经过的人去关注这件事情，然后就签名，然后就会发现说大家对这件事情呢比较虽然是激动，他还是很理性，他还是按照应有的规章去办事。然后呢结果政府的做法是什么？他真的听了，然后收了这万人联署之后呢，那这个省长就当众的告诉大家说，好，今天我还是认为我的决定没有错，但是呢我尊重全民的意见，这一件事情就压后再说。所以后来呢他可能用一个比较缓和的方法做了开会做检讨，然后可能后来他还是照样推行，但是呢那个中间就已经把大家反感的部分再尽量删除。所以他等于说是我也退一步你也退一步，没有站得那么硬。对，这个叫做很有智慧，就是他的他的要实行的一些规章法令都很透明化。对，他有先去教育，有先去教育那个公民，好，然后我几时我要做这个了，然后你反对好，那就不做。可是我觉得很奇怪，你这样讲说这个性教育我们这边的譬如说我们这边有恐龙法官的事情你知道吧？可能不太清楚。恐龙法官就是说有一个三四岁的小妹妹被人家性侵了嘛，就然后那个法官就判那个人很少的刑责啊。他说因为按照那个性侵法说，你只要没有说不要的话表示你同意。天哪，那个还没有读幼稚园的小朋友，这个、谁知道他要不要？对对对对，而且那个是这么小，就是说他这样子就轻轻的放过那个凶手，那个受伤惨重的妹妹呢，就照样受伤惨重，然后就这个事情就引起很多的那个家长，然后叫白玫瑰行动，结果还不是警察知道，你知道有多少吗？还不是弄得头破血流？那还有就是那个叫做反核能。对，核能，反核能是世界地球上的一个潮流，我们这边反核能的话还是打，也是死人啊，也有死人啊，也有也有坐牢的很多啦，就是弄得受伤累累的，也有警察受伤，民众受伤这样子。反正我们只要有上街头表达一个什么要
要政府说你检讨一下这一个，一定那个警察一定是比人民多。对，或者应该是说通常可能政府就会太过于紧张。对呀、啊，就政报部队就派出来了。对，可能是会有这个状态。像早上那个蔡妈妈，就是军中受害的家属，他们我算一算了，只有六个人嘛，六个人在面就派出了200个那个警察，200个警察、政报部队什么都出来了，盾牌什么都出来了。他们只有雨伞，顶多雨伞，今天下雨，顶多雨伞而已。然后只是拿一个手提的麦克风，跟香港还蛮像的。对呀、啊，所以我们的这个台湾的这个，你所看到的说，你刚才讲的我很感动。但是我们这边从来要实行什么，从来没有讲。我其实哈是很我觉得我们。依然不可以失去盼望，对不对？对，就是我们还是希望说这是一个过程当中是、啊、就是一路上面为什么这么多人就算被打伤或什么他还是继续、下次还是会再出来，就是希望有一天我们经过了这一段时间他就会成为这种对待的态度会成为历史，对，然后他会成为像类似像西方，就我知道也许有人会蛮反感，就是说啊你怎么要学西方的那一套，但是我觉得目前在地球上实行的最好也就是西方那一套嘛，不是吗？就是说政府他做他该做的事，然后呢人民也不会很不开心，他该表达的时候他表达，然后政府就会说好我来听。那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好了，这个也是最近才发生的，就是在多伦多的市中心呢，曾经就是政府那边为了可能一些商业利益啊，为了而且也为了要所谓的增加就是增加就职的职位，然后就打算在多伦多开一个赌场，然后他对多伦多的国际形象会进行非常大的挑战，因为一向多伦多这么多年他不是赌城嘛，他也不是澳门嘛，他不是拉斯维加斯，所以多伦多是一个好像比较保守的，或者是比较清廉哈、就是有一种那种感觉的一个都市。那他们在里面的居民也会觉得说，我们并不是一天到晚向前看的那种居民。那你突然弄一个赌场，就是你是拉斯维加斯，那我就算了，那是一个游客区。可是多伦多不是，多伦多是很完整的一个大城市。那你在里面弄一个赌场，那你政府是发了什么疯？那边居民一样会生气，一样会觉得说你政府会有恐惧的心，一样会，因为有赌场的话就一定有色情，就一定有贩毒，对，而且很容易会有对治安这些，那你们到时候能不能负责，就是居民的反弹非常严重。但是也有一些声音是说啊，那个我们现在找工作已经很难找了，我管是什么工作，有赌场来你们都不会赚钱，就是你们不懂得赚吗？那有两面声音出来，然后有些宗教团体就出来反对，那最后的结果是在很短的时间，比一般历史上还要短的时间来讲的话，他们很快的就已经把这个计划呢给他移到别的地方去了。就是在他们抗议抗争哦，可能一年到半年的时间，而且没有怎么样去大游行，没有什么，就是说一直是给政府施压力，一直表达意见，这样子的情况政府也听。对呀、啊，你看这个西方国家政府都是听人民，对，请听人民的声音。他们比较在意的是人民，而非财团。就是财团一定有，财团一定会交税，没有财团的话，政府的税收大幅也减少。对，没有财团的话，也真的是很多人的工作怎么办？对，那我不是说我们需要去反对财团哈，但问题是真的，他们并不为财团做事，他们有那个法令在那边限制住。那财团，你如果说你说我有钱，然后呢，我要把整个市场整个通吃下来，但是呢？他只要违背了他的法令的话呢，法官就出来讲话了，就会说哎，不行哦，你这个太超过了，那现在这个市场是开放的，你没有可能，我没有办法让你做到这种事情，然后之后呢他们就会开始收敛。
所以说财团基本上 也不能够超越它的界限。嗯，对，是啊，你看，那我们现在这个台湾的这一个这个执政当局的话，他就是雇那些大财团，你看财团都在住地堡啊，住什么豪宅啊，哈，一个人可以买到14间的豪宅啊，啊，然后呢，他就卖毒油啊，你看像魏家都卖毒油，这个真的太夸张，一而三，再而三的这样子毒害全台湾人，然后让我们国际上这个名义上说台湾就是这种国家，那你要卖出去，我们一个做面膜的啊，结果人家就说啊，你们那个岛屿的东西都是有毒的，什么什么，人家就不跟我们买面膜的。你看，好不容易打通了这个市场，结果机会就没有了。所以我觉得说，我们但是他们这些人都被政府保护着。你看，本来他们第一次抓到的时候，那个免脂油的时候，啊，本来说要罚几亿啊，然后要判几年牢，结果现在全部都没有，哎，对，不用，啊，所以呢，他就有第二次，结果现在是第三次，啊，一样一个老板这样，所以我们这边只要是你，背景够啦，啊，你看他们每次每一个电视上秀出来出状况的那些人，就把马英九啊、吴敦义啊、马以南啊，他们这一些人就一起合照的那个照片就秀出来了，就没事了。嗯，这台湾这个真的是很畸形的，不可思议。我听你这样讲说啊，政府都会去倾听人民，不要赌场，他就不开了，他就真的不开了啊。人民说怎样，他就听他的；人民说怎样，他就听他的。我们这边说了67年都没有听我们的。对，其实我是觉得说，也真的是很希望，因为如果说你是看历史上面的状态的话呢，我看到加拿大的话也曾经有过就是彼此之间沟通不良的时段。那但是呢，加拿大跟美国呢又有一点不太一样。那比如说像是美国那时候不理性的，像是黑奴的歧视政策，那个就已经造成很多民众的伤害。但是他们当初的时候不听，那后来一定有一个转机。所以这就是我说的，不要失去那个盼望。啊，对，你一直鼓励我说不要太伤感。对，没有，我觉得鼓励所有的人都一样，因为说也极有可能这个根本就是个过程。对，像黑奴都可以翻身，都可以当总统了。因为我们要的不绝对，我相信不管你是哪一个政党，或者是你现在是中立的游离票，然后你只是很不喜欢政府这种作为，大家想的都是一样，没有人想要一辈子都是在这种对立的这个状态嘛，对不 对, 对, 对，我们现在要对立抗争主要为了是什么？为了将来有一天可以达到西方民主的那种人民是我起码我们的下一代，好不好？就是下一代的小朋友，他站起来的时候，他长大的时候呢，是真的能够在街头被警察拿着，对，他没有必要，那个棍棒这样子追打。对对对，这一点是我个人的感受的话呢，不关就是说不关政党颜色的事情的话，我真的觉得很难受。因为当时在318的时候看到那个小朋友，其实，在我们的网络上面，大家都吵得很凶了嘛。有些人觉得他们就是活该啦。你们就是报名，就是说你阻碍大家上班什么，我也尊重有这样子的立场哈。但是呢，也有好像就是类似我选择的立场，就是说我觉得无论如何，任何人站在那个街头上面，只要他没有去闹事，只要他没有真的有武器去攻击的话，你的法令是不可以做这样子的事情，不可以攻击手无寸铁的那个民众。对，如果说你真的要请他们出去的话，你可以派警员去一个一个沟通，这个是西方有可能会做的事情，他会想办法去动员其他人去做良性的互动跟沟通。然后呢，像类似这样子的东西，比如说大家去静坐抗议，那我们一般民众经过的时候会怎么样？我们会稍微的去看一看，哎，是抗议什么样的主题？哦，原来是动物环保啊。哦，原来是你们家这边要盖一个什么商业的地区，盖一个商业的大厦，然后你不开心哦。哦，原来是抗议这些，然后呢，我们就会走开，就是我们不会太
对发表任何意见是要尊重人家表达方式。那通常像这样的情况的话，我曾经在脸书，就那一段时间，我曾经在脸书上面啊，就是不停的跟朋友讲说，你们实际上面不要去想象说同样的事情发生在美国或什么的，那些学生呢是没有动作的。我说大家在幻想，就幻想说你很不喜欢这些学生出来抗议的话，那么在外国发生的时候呢，人家就不会那个就是说集会游行不会有这种举动。我说他的举动，他们的举动啊，是比我们台湾的学生还要凶狠。他们绝对不会去管你还在那边扫垃圾，还在那边帮你清洁，他们是不管的。他们基本上我可以说他们是怎么样做，他们如果说抗议没有在被那个政府听到的话，政府没有回应的话，他们真的就拿石块去砸附近的商店，然后呢他们真的就把车子放一把火给他推倒，他不管那个街边的车子到底谁的。他之后人走了之后，他们还把垃圾载到路中央去倒。对对，我觉得台湾的那个大学生真的太乖了。就我不是想要煽动，捡到连一个烟蒂都，因为我很相信他们是为了要表达和平跟那个公民的意愿。但是呢，如果所谓的公民，我们要学习西方的话，那你整套戏照抄的话，那他们真的是很凶狠的，他们是拿汽油弹对着警方打，那时候警方才会开始出动那个震爆的手段，这是事实。这个可是我们这边你看到的说318的时候，大家都坐在那个路对中间，都拿那个喷水，这真的是太夸张。那个像我们以前就参加一些议题的时候啊，他那个喷水车里面就装了那个油漆，红色的，把你喷了以后呢，你跑到哪里，他就找那个有红色的人到巷子里面就抓起来打。然后 就抓起来，我就是遭受，经常遭受这样，然后抓到车上，丢在车上去啊，然后给我载的远远的放掉这样子。然后那个你看那个香港，他们也是学生，也差不多学生出来，他说要找这个那个梁志英是吧？那个林什么志英啊，他们的他说要来谈判，要来谈判，一直叫他说派人出来谈判谈判谈判，我们要有那个，他们就是不啊。我们这边也是要找官员说出来跟我们对话谈判，要跟我们对话，他们全部都不，他所谓的对话就派出震爆部队，就是这样出来这样子。对，其实这个处理的手法呢，我们要学那个欧美的处理的方法，就欧美对，还有一段路啦，还有一段路，还有一段路。所以欧美的那个警方也真的是会动手，没错。但是呢，他会一个判断，就是你攻击我，我就会攻击你了。大概是这样子判断。对，那个是应该是说我是以人民保姆的身份，我要维持这个秩序，对，不让你这样子动粗下去。但是我们这边不是，我们这边就是你只要走上街头了，都不是好人，都不是好人。我觉得这个都是我的仇敌。他没有想说你今天在这边能够拿盾牌，能够拿棍棒，能够拿什么的那个电击棒，这一些那是我们纳税金养你们这些，所以说我纳税我不养杂税啊。网络上就有这一种话，被人家骂杂税耶。那个警察有跟我们顶说，我们也有纳税。我说拜托，你纳了税，我们花不到半毛钱，但是你所花的每一毛钱都是我们纳的税啊，就是变成说这么对立啦，他站在跟人民的那个对立面。对 对, 对，我们没有感受到说我们有这个国家，有这个政府，我们是受保护的，我们在这边生活是安全的，我是快乐的，结果我们是不快乐。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是比较可能是比较遗憾呐、那当然了，你说警方有的时候他其实在台湾就还我觉得还好，就是说台湾他的我们有选票嘛，对不对？就是说下一次执政我们也不知道是哪一个执政政府，那个
警方的话我也相信他就是听命行事，但是因为在现在这样子的还不够成熟民主，其实我是认为台湾的状态对还不够成熟，他等于像是一个青少年，就是执政方面也在摸索，然后人民表达的方法也在摸索，那我其实不太确定说哈，如果因为我相信一定还有下次的啦，因为我们还在学习当中嘛，所以一定还会有类似三一八这种情况出现的话，那是不是学生下次也会这么样的，你知道温和或什么？我说实在的啦，真的是以观察者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未必。我觉得有的时候未必，因为第一次等于说大家在尝试彼此去试水温哈，就是知道说就是我这样子表达方式会不会有办法买来一个尊重。其实我当时看这些在街上的这些学生，他们其实是这样子的心态，就是说我很尊重大家，但是我也尊重我自己该表达意见，这是非常好的公民意识啊，本来也就是该这样，所以我不要去伤害别人，不要去伤害跟我不同立场的人，然后我们就坐在那边，顶多我在网络上面对不对大家比战而已，但是呢我大部分时间就静静地坐在那里上我的课，但是只是没有想到说原来这样子也不行，那这个时候就是会激怒所以我觉得啊，这是所以说叫了那个什么白狼啊黑道大哥啊什么，这个都很离谱，晚上是去挑衅去杀人啊，这个很奇怪，这个部分真的很奇怪，牵扯到黑道你不要讲说个人我们是要站在哪一个党，不要讲个人了，这在国际间个人都是觉得太离谱的事情，你为什么要牵扯黑道？可是我们台湾就是就像黑道回国的时候还给他弄红地毯，这样子大家这样子去迎接他嘞。像陈其礼也是啊，在美国他枪杀了这个叫江南，他也是说他是奉令去枪杀那个华裔美人的哈，然后回来的时候也是给他像那个黑色的轿车这样子，好几百步这样子欢迎的那个场面了、你那时候大概没有在台湾，对，所以我很不清楚。那还有这一次这个白狼大哥张安乐也是到那个飞机场那个上面了、那这样子迎接，还有那个跳八家将啊，还有什么的、万人空巷这样子，那个所有的警察大家都像办喜事一样把他迎接回来，像迎接救星一样，除了蒋介石以外就是他这样子。这个部分真的很怪。对啊，那你看他回来了以后，他就放出他的小弟啊，到处就是怎样，到处就是怎样，三一八的这样去偷袭那些学生。我想讲一下我非常个人立场，就是我刚刚所讲，可能就是我可能在国外生活久，所以我比较中立。然后我个人去看的一件事情，就是觉得说，会不会现在目前的这个执政的手法，他们实在上面还没有赶得上时代的进步。这个可能就是我唯一观察到的落差太大。对对，他们可能还停留在那个以前的时光，所以还没有意识到说这个以前所用的那个跟现在的新的时代衔接不上了。所以我很愿意相信说啊，可能他们真的还没有搞清楚现在民主的潮流这些状况。虽然现在我们是觉得全世界并不是到处都是民主，那我相信说大家还是在很多都是在一个过程当中，那我们可以跟那个就是说民主制度比较完善的地方去做一个学习，然后就看看人家是怎么样做的，然后再回来看的时候就发现，对，虽然心情很心酸啦，就是啊这么久了然后怎么还是这样，但是呢我相信我可以慢慢看到有改进的那个空间，改进的那个基础，而且那希望永远是放在下一代身上。对，我们是希望说我们的下一代在下一代不用再走街头啊，然后被政暴部队打的这样子，然后有的甚至打死了、有的打残废了啊，有的关在监牢一关就好几年啊、不用再忍受这样的。我要表达我就去表达了嘛哈。对，那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婉君啊，袁小姐，袁婉君啊，大作家能够在我们风云网络电视谈一下说在加拿大，因为留学加拿大去过十多年了、然后回来看到台湾的一切跟现在香港的这样一切谈一谈我们的心事了。你还要再继续谈下去吗？
你可以啊，看你情况。可以的话，那我们就休息一下，我们再回来哈。好。